那我想我们今天举办这个花莲够美好，我们跟华南音乐合作举办这个公益这个演唱会，所以我希望说有很多人可以来来欣赏这一场演唱会。那我们就希望说能够大家一起来协助这个花莲，赶快把这个花莲再成为一个大家都很想要来的美好的一个地方。2024花莲够美好公益演唱会，叠石库花莲。